好，咁啊，新一集嘅《非货本地波》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两位拍档啊，嗱，咁我哋咧上两个月里边咧，我哋都集中讲咗香港队啦。咁啊，好快咧，咁我哋又有波睇喎。咁啊，继杰志出咗线喺亚冠之后咧，就轮到亚协嘅出炉啦。咁啊，我哋嘅香港球会嘅代表李文同东方咧，就今日咧就上演咗呢个香港打比啊。亞協嘅 J 組分組賽嘅第一場咧，就首先就互片啦。其實賽程咧同舊年都有啲似，舊年咧亦都係開場咧第一場就已經係兩隊互踢。咁啊，上一年嗰個賽程咧裏邊咧就李文就一球小勝呢個東方啦。我今場波咧，咁啊東方就復仇成功啦。咁啊以3-1咧就反勝咗李文啦。依個最搞笑嘅就係好多球迷一開始見到個球隊陣容的時候就話嚇，係咪嚟到依度又有人中招啊？即係照計估計係肥丸㗎啦，咁你點會係出陳家豪啊？另外一邊應該係英雄輝掛，你又出廖富源，即係大家都唔知幾耐，應該冇喺啊！我諗廖富源有冇喺亞洲賽度上過陣咧？咁有上年最尾嗰一場出去嘅，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出唔到線咪出到。係啊，咁啊，但係始終廖富源都係比較少上陣啦，即係就算本地都唔多，咁所以就都幾驚喜嘅，兩邊都出後備龍門，咁啊，大家其實第一個感覺就係睇完個陣之後，喂，兩邊都讓賽喎，協議波啊，而家，所以就幾奇怪嘅，咁啊，兩邊都有啲個別嘅位置都係出啲年輕球員啦，咁東方嗰邊更加唔使講啦，因為本身都係得啲年輕球員嘅啫，而家，咁所以都用咗好多朱偉君啊，咁跟住之後就仲有馬希慧啊，咁幾多呢啲後生仔，其實有啲驚喜嘅，我覺得兩邊嘅陣都即係有驚又有喜咯。好多人就話賽後就話呢場波嘅 MVP 就係馬希偉啦，一球一個入球一個助攻。咁其實咧，李文嗰邊咧，阿張希賢邊都好嘅。咁啊，不如我講下個陣容先啦。好啊。其實東方今場咧就擺咗個4-3-3嘅陣式嘅，咁啊中即係龍門黨啦，用咗廖富源啦，中堅就係嗰個第一場踢嗰個高數巴耶夫啦，大家之前未睇過嗰個吉爾吉斯國腳，咁啊達馬高斯啦。咁啊，右邊用咗胡俊明啊，因為即係李佳耀唔出得，係啦，跟住阿余子又唔喺度，咁啊要出胡俊明打個右閘。咁啊，左邊用大佬啦，房中用咗梁振邦，跟住中場咧佢就擺咗費蘭道同韋基爾度，今場比較特別啲，費蘭道打中間中場。中間位係啊，係啊，咁啊前面嘅三個咧有巴道姆咧就挨右邊嘅多數我見佢，跟住朱偉君比較擺正中，不過我覺得佢哋個調位都互走噶啦，冇话边度打死中间咁样。咁啊，左边就系马希伟啦，头先我哋讲咗踢得好出色，一入球一助攻啦，上半场。咁啊，后备反而咧，我哋大家睇下东方后备阵容咧，我哋扣除后备个龙门咧，其实佢得五个人可以换嘅。系，佢个后备阵容得六个人，唔计龙门就得五个人，其实真系好薄好薄嘅。跟住其实好短啊，佢张名单。系啊，即系基本上你睇得上去，你就是得伍家洋同中国强用得咯，咁最终就踢得嗰啲都摆出嚟。系啊，咁啊赛前咧，对东方就announce 咗阿辉唔踢得，跟住阿李佳瑶唔踢得，跟住黄子豪都唔踢得，跟住加上孙铭谦要停赛嘅，大家呢个之前未必留意到，就系其实佢两年前代表和富大埔踢亚冠杯外围赛时就攞红牌，咁啊累积落嚟呢场要停赛嘅。咁耐哦，系啦，咁啊，即系起码好过余远啦，即系识得记得啲球员情况。系啦，系啦，咁就唔会出错球员啦。咁啊，其实再加埋余子林就退队啦，就之前话即系个身体唔好啦，跟住林柱基同冯兴华就即系踢完香港队之后 announce 咗，就佢哋都离咗队啦，不过个人理由申请离队，即系直头下季都唔喺度啦，咁又走多两个，即系加埋之前已经一早宣布咗离队嗰啲，即系艾华顿、艾华道啊、基顿啊嗰啲，其实基本上咧，东方其实系底装走，系啊，即系强即系残阵都唔残阵嘅咯，可以话今场嘅系嗱，即系我哋讲李文个阵之前咧，就同阿 Wingo 讨论下，哇，我一见到费南道打呢个中间咧，我就谂起公民代嗰个费南道啊，即系咧，如果大家即系仲记得费南道后面，即系佢未成名之前咧，其实即系踢防中噶嘛，即系打呢啲扫荡噶嘛，啊，佢系重租故业呢场波咧，佢就让咗个位俾阿马希伟咧，就打咗中间位啦。咁啊，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呢场波咧，其中一样令到大家好惊喜嘅一样嘢咧，就系咧，啊，佢呢场波咧就揾咗呢个米基尔咧同阿梁振邦咧，即系专人啊冻结对面嘅阿哥斯达。
冇错冇错，其实嗰个效果又真系几好添，我觉得。完全系即系捉正对方嘅最强嗰个啦，即、就、系、是、根本上李文嘅发电机就系嗰边。咁我交翻俾阿 Billy 讲下嗰个李文嘅阵容啦。咁啊，李文呢边就好少少嘅阵容，因为其实基本上都系大家见惯见熟嗰啲正选阵容。咁啊，反而就系陈家豪代替咗肥远啦，个龙门嗰度。咁、啊，中间嗰个位置就系迪高搭余伟廉嘅。咁右翼咧就系、右闸就系余佩康啦，左闸就系徐仁杰啦。咁佢就其实叫做一个四好翻啦，终于出系啦系啦，投咗好耐。咁啊，其实打四二三一嘅佢，咁啊两个防中就系颜乐芳同黄浩俊啦，黄俊浩啦。咁前面就系、是、张希贤啦、阿哥斯达啦，跟住加基华尼顿啦，咁最前面就系洛迪古斯咁样咯。咁佢就冇用到杜查祖利亚嘅，系啦，咁就同埋收起咗金城龙咯，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就系、是，系啦，咁佢呢场波就冇用尽到个外援名额咯。咁亚援嗰个位置就注册咗金城龙，但系就先摆后备，咁就怪咗少少咯。我觉得就即系。相比起，即係雖然係大家都係一個入籍兵，兩邊都係各一入籍兵，但係佢就讓咗個亞援位出嚟，咁就變相係少咗一隻外援咯喺李文嘅陣容嗰度。嗯，我諗其實呢、這個即係咧，如果相信大家有聽我哋做開節目咧，大家都講，其實咧呢兩隊波咧，其實喺呢一個備戰嘅期間咧，其中一個最大鑊嘅位置就係中堅。即係咧，大家都知道兩邊都係缺中堅啦。啊，好衰唔衰咧？李文咧，即係叫雪上加霜。开波咧十分钟到咧，咁啊原本咧辣间嘅迪高咧，即系唔系睇好个位嗰个咧伤埋，咁啊夹硬咧就即系连阿迪高都伤埋出嚟咧，就要摆翻阿拉杜即系列斯奥出嚟咧顶佢个位咁样，即系咧老人家都要攞埋呢张黄牌。咁啊其实咧对面咧，其实对面都一样嘅，即系咧马高斯本身都唔系一个中坚嚟嘅。即係大家都有個替工去踢，咁但係咧就即係叫做好唔好彩啦，咁啊迪高咁都掂唔到幾腳波咁啊傷咗。係啊，其實嗰個位置本身就何西安做嘅，老實講，但係就何西安組又係嚟泰國之前又話傷咗，又跟唔到隊咁樣，咁就焗用迪高咯，叫做。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個陣容咧，其實兩隊咧都有好多嘅位置原本都唔係嗰個球員踢嘅，你見到東方嘅零舍緊要啦，即係胡俊銘要踢閘。马高斯要踢中坚，咁其实基本上你见到即系费南道要打唐中，其实真系好唔够人用。咁但系咧，啊好嘅，好令到大家意外咧，就系、是、一个表现上咧，其实咧东方一踢落嚟咧，喺唔即系你感觉上佢话就话系半年冇正式嘅高强度比赛咧，但系踢落嚟咧，东方反而个感觉都几醒神。呢、這个系啊，咁其实系李文个包袱太大啊，即系踢落咧，其实啲球员系绑手绑脚嘅，呢、這个系。成個表現嚟講，就係佢一開始其實傷咗迪高啦，咁打亂咗少少佢哋嘅陣腳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對球員有少少 shock 嘅。咁對佢哋好啲嘅嚟講，就係大概十分鐘唔使就入咗一球啦，叫做入波先係啦，入波先要定啲。但係其實個表現唔算說服力嘅，因為佢入波嗰球都係純粹係。系基华个人嘅个人表现，咁你入个咁啊，真系写得好靓嘅球，即系金球。系咁嗰球世界波咯，咁但系你其余嘅表现，你睇唔到李文喺我哋预期之中见到嗰种控制啊、组织啊、控球啊、运球啊、无球走动啊，唔多咯。咁其实因为头先阿 Billy 都讲咗个阵，都有几个都算系即系某程度上算系替工咧，因为余佩都唔系成日打右闸啦。咁你變咗你傑仔，咁你我覺得傑仔今場算係咁噶啦，咁但係始終都係佢之前去到泰國又中咗啦，咁變咗其實一段時間未操啦，咁所以成隊波其實李文啊最嚴重嗰就光頭啦，咁你好明顯見到佢哋係缺態，但係你唔明點解會缺態，因為李文其實 suppose 係佢哋由打二四二五嘅時候已經係早幾個月開始操起。照計佢哋係中間有幾個入咗港隊咁啊 ，keep 住隊波叫做有人操下咁樣，咁啊尤其是佢嘅準備時間咁長咧，本身嘅寄望就長嘅，對佢係高啲。但係唔知正路啊，係咯，合理期望啊，係啦，踢落就個感覺係綁手綁腳咯，即係佢哋好似太需要贏啊。咁當夜你有啲不如意啊，你例如陣容不整啊，咁你又傷咗個迪高啊咁。咁球員就有啲亂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喺現場評述嘅時候講波，阿巢都講咗幾次，就係阿列斯奧出到嚟嘅時候，你見到當一個老大哥都唔係話好穩陣嘅時候，就咁你其他嗰啲球員你就更加冇個信心去踢呢場波咯。其實見到其實基本上李文嗰啲球員真係明顯狀態都唔係咁好，尤其是即係顏樂峰，我哋講咗一個好明顯嘅。
點啦，第一球都係輸佢啦，即係東方追平嗰球，咁啊無啦啦控失腳喺嗰個中場嗰個重心位置咁樣控甩，俾人打個反擊係一個即係幾嚴重嘅失誤咯。咁啊，其餘其實前面咧，我覺得佢哋表現就即係算係幾好，因為猜波啊嗰啲組織咧，即係做翻李文本身做開嗰啲嘢，即係張希賢同阿哥斯特基維利頓嗰啲組合都做得幾好，係出事喺嗰個中後場嗰個位咯。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咧同即係講同大家即係講翻，如果你冇睇場波，講翻啲 timeline 啦。其實咧嗱，十分鐘基維利頓就射個金球，領先1-0。13分鐘咧就阿迪高受傷又傷出換入嚟。咁但其實咧3分鐘之後咧，其實個陣容都未即係阿列斯奧都可能企翻位嘅時候，其實都係位換位啦。其實咧。16分鐘其實已經被馬希偉追翻1-1，咁即係其實咧，你可以見到嗰個失球，除咗你話光球嘅猜失波之外咧，其實咧會唔會就係前面個目標都冇乜點，冇乜人去留意呢個小將，即係可能基本上喺李文個後防裏邊，哇！我就係顧住費蘭度，顧住前邊嗰個巴杜姆，基本上都冇乜點樣留意呢個細路仔啦。咁啊，俾佢入射到咧，亦都射得好冷靜，入咗1-1。咁但係咧，你問我，我自己覺得咧。反而咧，李文咧係俾人追翻1-1嗰段時間踢得最好。咁咧嗰段時間咧，你見到佢哋好想再領先啦。咁其實咧，你見到有好大部分時間，佢哋都好主動攞波。咁啊，兩邊咧扯空咗好多空位，左邊就基華尼頓，右邊就係張希賢。咁其實我覺得喺嗰段時間咧，李文咧其實係踢得最成場波踢得最好就係嗰段時間。咁但係可惜咧，就係佢有好幾個機會咧，3番4次去攻門都入唔到波。咁其中有一球咧，我就好記印象深咧，就係阿基華尼頓咧。空晒个头锤啊！咁啊谂住咧就笠阿廖富源，点就中未？唔系俾阿马高斯救空门嗰球。系啦，另外仲有球救空门啦。咁其实咧呢样三个波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呢场波其中一个转捩点嚟嘅。即系咧你入唔到波，好难超唔到2-1嗰球。我觉得成场波咧开始突然间令到李文咧打沉咗，就系咩？就系嗰个 water break。咁咧踢到30分钟咧，突然之间咧就饮水，饮完水之后咧，唔知点解咧，突然间班波咧就好似立晒咁样。咁我相信咧，李文开始啲攻势咧开始放缓咗，亦都唔，你都知道啦，比赛唔会不停咁样攻噶嘛，咁都要回气嘅时候。咁嗰段时间，东方攞翻多啲控球权咧，李文就开始冇料到咧，你又见到东方开始啲逼抢就嚟。其实咧，去到补时阶段嗰个东方嗰个入球咧，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东方有好多个逼抢，喺李文嘅中后场抢到波之后咧，其实已经好危险。同意啊，即系晓明 Sir 赛后都系好重点批评球队个集中力系好唔够啦呢场波，咁呢啲即系补时阶段嘅失波就好明显，就系集中力唔够而犯错啦。俾人逼失个波之后，好容易俾马希伟出到个过头波。而列斯奥又好明显系立噶啦，吞下又吞唔到，跳又跳唔高，顶唔到。系啊，巴杜姆好尴尬啊，搞到佢真系好尴尬。咁巴杜姆嗰个把握能力又高，一控落嚟又即刻可以射个靓波，咁就2-1翻入更衣室，对于东方下半场嘅部署嚟讲系好打好多咯，我觉得系。系，咁我就特别又同即系讲开2-1嗰球，咁我头先 off 麦都提过啦，即系我喺网上见到有啲朋友留言就好搞笑嘅，即系话咧，喂，你有冇留意咧？东方入2-1嗰球嗰刻咧？其實東方後備席咧就係好似有啲呆咗，或者唔係慶祝緊嘅喎。咁係咪喺度諗緊死啦賴嘢？如果贏咗波要出事，咪要繼續踢落去咁樣？咁啊，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喺賽前嘅部署同準備嘅時間，其實咧東方係相對比李文準備嘅時間少好多嘅。即係咧，我相信李文喺第一階段踢蒙古，或者再之後去到泰國集訓，其實東方嗰陣時都仲未出發嘅。咁即係其實咧喺個備戰嚟講，係東方的確係慢啲。同埋好似 Ringo 咁講，就係嗰個包袱係李文重好多咯，好明顯。即係必須要贏係嘛？係啊，拎住上屆四強咁嘅名字再嚟踢上屆，即係第一場又贏你，咁好明顯東方就係、是、即係我諗啊教練啊盧比道俾球員嘅指示都係即係放鬆嚟踢啊，唔使睇得咁重啊，咁反而佢哋個表現又會好啲咯。其實李文最主要都係。從來都是這個心魔啦，我覺得李文就算不是這一場，之前在香港那些決賽啊，是吧？對，逢是大賽就發瘟的，我們經常說，尤其是在逆境波之下，其實李文那個翻身能力其實不是很強的，這個都是一直以來，同意，是的，一直以來那個問題咯。
咁變咗今場就真係表露無遺。冇錯，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過往睇開過去嗰兩三季，點解李文咧永遠去到爭標嘅直路咧，好多時都甩腳，好多時就係咁啊！即係咧，當你覺得佢打得好旺盛，或者嗰期咧即係當 fit 嘅時候，你認為佢會贏嘅波咧，佢永遠好多時就會喺呢時候令你失望，係好奇怪呢頭呢隊波。咁同埋咧，其實阿 Wingo 正正講咗我心裏邊嗰個期望，就係咧。當李文在上半場落後緊2-1的時候，我在下半場就很期待看看你作為一隊強隊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在逆境之下可以打到一些叫絕地翻身的比賽的比波。很可惜下半場沒有多少油輸多粒。咁啊，讲埋第三球入波啦，咁就系、是、一个左路角球，右路角球嘅，咁啊梁冠聪左脚斩啦。咁其实依喺个喺个禁小禁区入边咧，李文系多人过东方嘅，即系多打人少嘅。咁但系顶入嘅巴道姆咧系好轻松顶入，即系其实好明显睇到又系李文嗰个防守犯错咯。即系基本上你小禁区企住四个人，但系冇一个人睇住巴道姆嘅咯。咁你见到其实球员唔系冇心想，就即系例如阿廉咁样，佢都系不断嗌住嘅。咁但系嗌住就大家越嗌越乱咯。咁尤其是我觉得即系今场后面嗰、那个。組合其實有啲生薄，我唔知係咪佢哋內冇練啦，即係列斯奧出到嚟，我覺得好似同其他隊友唔係好夾嘅，尤其是有幾下都係列斯奧自己推甩腳。咁佢推甩腳咧，其實我覺得佢最主要就係因為佢，我感覺係佢揾唔到地方俾嘅，咁佢就猛推，咁一推咧就我至少印象中都有兩腳係推甩咗咯。咁所以依一個就你，尤其是啲細嘅一見到，大佬都發瘟嘅時候，其實就真係好難。好難，最弊就係呢個大佬都已經係一段都幾長時間冇出場啦，即係基本上李文已經喺佢過往可能喺練波，甚至乎可能喺曉明 Sir 嗰個腹股裏邊都冇諗住要喺呢個時候擺列斯奧出嚟。係啊，你見到佢寧願擺迪高打中堅都唔出列斯奧，就證明個問題喺邊咯。真係唔諗住用佢，我覺得呢個就另外都有個問題啦，都有即係、就是、有 friend 喺度講起啦，完咗場其實。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李文這個班底啦，其實成功但是沒有變化，即你又是靠那幾尾基華尼頓阿哥斯達，你後面又是靠你就算不是列斯奧你就何西安祖，你變了你那個重心太易被人洞穿咯，你一是就傷病，一是就缺態，咁你就會，我即係我哋，我諗我記得我哋之前做節目都講過，李文一冇咗阿哥斯達就唔係李文嚟嘅，另外一隊嚟。咁你變咗其實好容易俾人凍死啊！杜比度咧識得用阿傻邦同阿米基爾去凍結咗阿哥斯達，基本上咧成隊李文已經冇咗個發電機。咁即係呢個咧，我相信就係過往東方對於李文嗰個瞭解啊！呢個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勝負嘅關鍵就係大家贏咗個部署咯，就係。同 Ringo 講起李文就冇乜變動啦，反而東方就即使係話縮班，但係佢都係。想方法變動，其中一個就最好重要的因素就是買了高素巴耶夫，我覺得。咁其實他本來陣中仲有林恩許呢個亞援可以用噶嘛，但係佢都揀一啦，係咯，選擇即係簽多個亞援。咁喺亞援呢個位置上面就有調動嘅空間，有得揀咧。其實呢個我覺得幾次傑志喺亞冠嗰時嗰個諗法啫。其實傑志我哋睇翻佢個陣入邊都係有兩個亞援，一個係跟住何俊榮啊，係咯，係啦，就跟住賴前面亞冠杯前就入咗呢個明加索夫第二個亞援啦。咁好明顯就見到佢哋喺外援嘅調動上面就靈活好多。咁我其實東方。都見到呢個位嘅，咁入多個亞援，咁佢其實賽前都可以仲可以揀我中間用林恩海定係後防擺多個高素巴耶夫，咁但係相反李文係即係以不變應萬變啦，你可以叫話佢，但係到要變嗰陣時佢就冇得變咯，係啊，大家好想贏，咁但係咧鬥功呢場。感覺上咧就好似咧兩隊港超球隊咧去咗外國踢咗場港超咁樣，即係無論係個節奏同埋嗰個套路，同埋見到好多時候。嗰啲即係佢令到我可以好似睇翻去睇港超嘅比賽嗰種感覺咁樣。呢場波就喺香港球迷都好熟悉嘅，即係武利南嗰個雷霆堡再踢啦。咁啊，其實下半場有一個都幾重要嘅因素就係落大雨，我覺得係。咁啊，變相即係要地面進攻嘅李文咧，就有少少影響咗個發揮啦。我覺得都係。我仲以為你講緊話喺呢一個武利南，你見到方小肥。是的，这个都可以值得讲，他们都挺有心的，有即四，即我画面上面都好像有四个东方球迷都特登去泰国
即係撐隊波咁樣。咁啊係咯，嗱，香港隊都係得一個 Jason 嘅，東方都有幾個球迷真係好有心，即係飛到泰國支持。泰國二個印度都好遠，好多啊嘛。反而李文係咪我哋鏡頭畫面就好似唔係好見到有李文嘅球迷？畫面就真係見唔到啦，實質場入邊有唔有，即係有冇我都睇唔到，唔知係啦。正常就如果以佢哋啲鏡頭嘅話，如果有嘅話，應該都會影下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踢一場喺泰國踢嘅，咁冇理由無啦有個泰國球迷走去睇香港嘅球隊嘅，咁一定係自己好有心嗰啲球迷。如果有嘅話咧，我相信個鏡頭都會 pan 到。如果唔係，就唔會影到方小皮佢嗰幾個東方球迷。咁啊，都要讚佢哋啦，即係好有心，專登飛過去支持球隊啦。有幾個球員想即係特別抽出嚟講下，首先係即係廖富源，我覺得即係呢個球員咧就好多年前出道，其實佢都31歲，其實佢同阿輝係同年嘅，咁、但係好明顯阿輝嘅成就就高佢好多啦，大家都知道。咁、廖富源就應該就冇踢過港隊嘅，我印象中，咁就佢都係浮浮沉沉啊，即係最先出嚟係屯門普高噶嘛，聽十三哥講翻起。系系啊，跟住就踢过啲低组别啦，跟住就2018年嗰阵时就俾东方签翻，就上翻去顶级联赛咁样，咁就多数都系精英杯专员嚟噶，但系今场波即系就把握到阿辉就受伤或者又唔舒服，咁佢就顶上。其实佢今场波发挥都唔错，即系第一球就输个世界波就冇计啦，咁但系之后即系要救嘅波都救到，尤其是一球阿洛迪古斯顶球近门弹地咧，佢反应都好快，我都几要俾啲掌声佢咯，我觉得系，都系一个惊喜啦，同埋即系成日都话龙门，如果你长时间冇得踢咧，临危受命咁走出嚟，咁我相信阿辉唔多唔少都系因为喺即系香港队嘅时候，即系受到啲影响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个位即系你谂都唔会谂到出佢啊。之前可能仲未屙青，仲未屙青嗰啲咖喱。即系我特别咧就讲，即系讲开香港队咧，即系两队嘅，你要见到嗰个香港队嘅球员嗰个分野咯，即系好奇怪嘅就系咧，原本你 expect 应该系有踢香港队嗰班系 fit 好多噶嘛，咁但系咧点解会令我觉得好似睇翻港超咧，就系、是、你好明显见到班华人咧，好似系踢唔到一定嘅水准，咁反而咧就系成队波两边都系嘅，其实都系靠啲外援，靠嗰几个鬼去带起个球队。即系呢样嘢咧，我谂大家喺印度真系扣血扣咗好多啦，因为。系，你就算俾一个礼拜休息，去翻泰国享受翻靓啲嘅地方咧，都回唔到嗰个血啊！暂时我觉得真系系啊，咁所以就呢场波就我相信，即系有睇嘅球迷都应该对李文嘅表现都好失望咯。即系我相信晓明 Sir 咧呢场波除咗领球都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啊！再讲一讲，我想讲下马希伟啊，呢个18岁僆仔，咁啊，大家即系见佢喺香港本地赛都系踢精英杯多啊，精英杯专员嚟啦。咁但系精英杯其实佢都唔系一个最突出嘅球员嚟嘅，即系譬如嗰啲阿力斯祖啊、王力威嗰啲咧，我哋睇精英杯嗰啲会比较突出，反而马希伟就唔系即系咁突出嘅。咁但系呢个僆仔呢一场打落嚟喺左路嗰个发挥咧，其实真系几眼前一亮啊！咁啊，佢系其实都叫做东方重点培训嘅球员啦，咁就。16岁送咗去葡甲嗰个洛里萨踢青年军同一仔嗰阵时，咁就2018年，唔系好似2020年就翻翻嚟香港，16岁嗰时就提升翻上一队，咁呢两年都主要喺即系精英杯或者预备组踢，咁但系今次亚协杯咁啊，卢比道就俾机会佢上，咁之后嗰两场佢都应该有机会再踢下咁样。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可以讚下盧比道咯，即係我諗佢對於啲球員都幾了解嘅。即係咧點解咧？你話明明大家都見到嗰個位咧要踢，就算幾唔 fit 都好，應該擺費南度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大家見到喺香港隊嘅時候嘅費南度，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即係始終咧足球英雄地嚟嘅。即係你隔咗呢兩年咧，見到佢傷停太多啦，兩次大傷嘅費南度真係踢唔翻起水準。你話想象下呢場波，如果即係盧比道即係為咗自己個位咁樣，即係堅持啊！咁我冇理啦，咁我梗係擺最好嘅陣容，擺最好嘅位置，咁一定係擺翻費南度踢翻嗰個位嘅。即係或者俾堅 Sir 俾堅 Sir 揀你，我覺得佢都起碼一定係中衞強行先過馬希偉咯。係啦，即係變咗咧就
佢竟然即係夠膽將呢個位擺咗俾個咁後生嘅小將去踢咧，咁反而就打咗驚喜咯。即係你見到嗰、那個一傳一一個助攻一個入球啦，其實都見到佢嘅潛質啊。即係呢啲波去到即係都叫大賽啦，即係始終國際比賽嚟嘅，呢啲咧就好明顯就係一個即係你有機會俾到你嘅時候，你都要發揮到，即係個情況同廖富源一樣咯。咁啊，即係李文就出線嘅形勢就好掹噶啦，反而東方就揸住三分咧，咁就再下佢仲要再尾場先踢咧，咁啊其實基本上睇住嚟食嘅。係，下一場就李文對台灣啦，即係對住阿郭家樂嗰隊台南啦。咁啊，27号先啦，27号就係、是、台南對李文先啦。咁李文呢場咧就一定要贏噶啦，咁就唔贏就提早拜拜噶啦。咁就台南你話有冇得同李文砌下咧？咁我哋頭先 off mic 都有話，其實台南隨時對住咁嘅狀態嘅李文，李文仲要即係三日即係四日踢兩場波，咁台南就有休息時間，仲要佢之前兩場熱身賽都贏嘅狀態就明顯係唔錯嘅，咁啊隨時都借埋你都唔出奇，我覺得係。系啊，随时即系台南借埋李文嘅话，今日最尾嗰场就台南同李文争出线，唔系东方同台南争出线仲好睇，系啦。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场波李文唔系输咗三分咁简单，即系唔系话因为输咗场波令到佢出线形势险峻，而系话咧佢嘅今场波嘅表现系唔值得出线咯，因为依咁。即係以大家對於李文的期望，呢場波咁真係絕對水準以下。咁但係咧，如果睇開港超咧，李文咧就喺一個球季裏邊咧，起碼有三四場波有今日啲咁嘅表現。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依個就係李文一直以嚟，你話佢發展成為一個穩定大隊贏錦標嘅一個最大嘅障礙，就係唔知點解球隊咧永遠處理唔到一啲小低潮嘅。咁你話，但即係講衰啲啊！你球隊有個低潮，你或者個低潮係長啲半季嘅咁你都會易理解啲啊。但係李文係經常都會有久唔久出現咧，三四場波唔知做緊乜靠嘢，即係大家都會有記得有一季咧，就係、是、喂李文本身個勢係威係勢嘅，但係無啦啦去到好似係咪爭標組嘅時候，跟住之後突然間跌 Q 曬鍋，即係你會令到佢喺啲關鍵時刻咧，佢完全發揮唔到出嚟咧。依、這個我覺得。是曉明 Sir 即係千算萬算都不知點解到依家都算不掂的一個問題咯。我想其實即係調兵遣將，佢要做的嘢就做曬，咁但係喺個表現上，佢令到大家很奇怪啊！即係你令到呢隊波咧嗰個表現令到我想起咧，即係大概應該如果即係資深啲球迷，可能十年八年前，佢啲似咧以前的天水圍飛馬。嗯，咧佢可能咧系一段时间咧好 fit， 或者可能喺个联赛一路带住，但系去到啲关键时间咧就俾一只被可能以前嘅南华或者杰志好容易咧就过到佢头，咁最尾咧就变咗近颈四或者阿尔啊咁样。咁而家李Sir飞马咪都系晓明Sir带咯，系啊，都系晓，都系晓远同晓明年代。唔到呢个，唔到呢个就系佢嘅宿命啊，系咪先啊？系啊，真系。不过咧，我又想讲下就系、是、其实睇波嘅时候都有。有評述就講啦，其實李文咧，阿曉明Sir就好認真嘅，去到泰國咁耐咧，每日咧都至少個幾鐘頭會咧就係、是、開會啊，開會研究啲戰術。其實某程度上係咪更加令到球員好難 enjoy 嗰個過程？我睇翻嗰啲東方嗰啲球員 IG 咧，佢哋都幾 happy 嘅，成日去泳池嗰度 hea 下咁樣咯。喂，反而佢 nothing to lose 啊嘛，即係搞，跟住之後就好多後生仔，咁跟住翻，跟住盧比道又叫做即係叫做都尚且叫做新接手啦。佢自己依一個，即係講真，就算俾人大炒都冇嘢好講噶，係咪先？咁所以佢哋變咗更加放得開咯。我覺得我最記得就係阿大佬聰啱啱去到泰國會合嘅時候咧，同啲球隊個個喺酒店有講有笑，好輕鬆個神情。係嗱，又未至於嗰啲撇嗰啲啦，即係一分。咁見到佢哋其實我飲酒啊，最起碼係啦。咁我覺得即係至少見到隊波係即係唔好似幾 enjoy 呢個過程咯。依、這個可能是重要啲咯。我仲見到佢哋有幾個球嗰啲外援球員帶埋嗰啲台戰去酒店打 poker 嘅，即係林恩許啊、巴杜姆嗰啲啊，都即係佢哋會嗰個 relax 做得幾好咯。我覺得佢哋係。嗯，系咁，同埋咧，即系你讲起巴杜姆，头先我就喺睇比赛嘅时候咧，听到我唔记得系咪阿巢啊，定系细鬼啊？总之有个旁水就喺度讲话，哇！
阿巴杜姆而家個狀態，如果得六七成都咁，如果佢 fit 嘅時候，咪不得了。咁啊，的確咧，呢場波你見到呢個球員質素嘅，咁啊，即係嗰個埋門把握力係幾強。即係咧，我就都幾期待佢喺呢個港超聯嘅時間咧，可以即係幫東方攞下啲分啦。因為其實成日都話啦，你踢得幾好都冇用，你識入波先得噶嘛。咁其實咧，港超咧呢類型嘅球員比較少見。咁就同艾華頓就。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反而即係巴杜姆個把握能力就真係幾強嘅。我哋即係我踢睇咗唔係佢好多場波啦，因為好快腰斬咗啦球季。但係我好印象深刻，佢一嚟到嗰場已經係梅開二度啦。即係其實睇得出呢個球員嘅把握能力係都唔錯啊，真係。阿馬希偉有少少嗰時龍仔啱啱出嚟嗰時嘅感覺，我覺得係啊。佢Jordan啱啱出嚟嘅時候嘅感覺係啊。咁希望佢哋唔好似阿龍仔咁。系啊，希望即系马希伟都 keep 住有啲 keep 到啦，起码打有啲上阵机会。不过我觉得佢要练翻大只少少咯，都几单薄。系啊，同埋就系即系一个有啲有表现咧，即系可以俾喺我哋嘅新主帅，即系港队主帅多啲选择啦。佢都成日话想摆多啲心血喺港队，因为佢睇波就睇得太少。咁我好肯定咧，就佢而家应该都睇呢场波泰国，一定有睇啊！佢留喺度睇。有佢留喺泰国啊。系啊，但系镜头冇拉到佢，反而可能啲泰国嗰啲媒体都唔知佢系港队主帅，可能又以为有鬼佬，又以为系嗰啲咧走地啊报比数嗰啲啊。不过李文咧呢个问题咧，即、就、系、是、我谂其实如果真系喺呢一个亚洲赛嘅赛事喺今季咁唔好彩，真系出唔到线都好啦，其实亦都未必系坏事嚟嘅，因为始终咧。港超聯咧就未開 lift 啦，咁起碼咧喺呢一個港超開始之前咧，話咗俾李文知，即係你嘅實力去到，即係你嘅咩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咁樣擺喺港超嘅話，我相信你即係成日我哋成日數翻而家嚟緊港超仲有啲咩球隊啫。咁如果係咁嘅表現嘅時間咧，你見到呢兩隊波都好難可以挑戰到傑志喎，即係咁講。其實係噶，反而係睇下東方反而真係有機會打翻上嚟，如果睇佢咁嘅陣容嚟講，即係會唔會流浪好啲啊？流浪攞咗東南海杯再講啦。係啊，而家最重要嘅黑下最重要嘅錦標就係衛冕東南海杯公開組啊。係啊，好緊要啊。係啊，係咯。即係咁啊。嗰日莫生落場未有波入，好嚴重。莫生有球近門撞射爭少少啊！唔識做啦。但我哋讚下，即係網上面有啲好有心嘅人啦，即係咧連東南海杯都直播啊！即係我哋其實都見到啲球迷都幾黐線，即係我哋即係冇波睇到咧咁樣，即係其實即係你有千幾人睇直播嗰場。喂，其實東南海杯都幾好睇嘅，有時即係我都睇過一兩次。好睇㗎，我成日都去現場睇㗎。你知唔知阿莫生啊？過去嗰幾年去到決賽嘅時候啊，嗰、那個陣容啊，基本上同港超係冇分別嘅。係一樣。咁啊，講翻亞協杯啦，咁啊仲有兩場嘅，咁一場27號，一場30號，都係香港時間5點開波啦。咁就都係喺港台32有直播噶啦。咁就下一場就首先係台南對李文啦。咁台南如果贏到李文咧？咁就最尾一場同東方直接爭出線噶啦，咁但係如果李文贏到台南咧，咁就要再睇下最尾一場，咁有冇機會台南贏東方，咁就三隊同分再計得失球啦。如果東方臨尾嗰場贏咗台南咧，佢哋就肯定出線嘅，因為成日三隊就出一個一隊嘅。其實即係咧最簡單咧，下一場即係、就是、我咁睇個形勢咧，嗱李文呢場波就3-1啊嘛。即係佢有兩個失球啦。其實佢下一場波贏台南咧，贏少過兩球，其實佢都好問水。冇錯啊，冇錯啊，係啊，一定要起碼贏3球以上先有機會憑得失球再出線咯。係啊，係。咁啊，即係其實就我諗阿嘉樂 Sir 咧，即係睇咗呢場波，我心裏邊都有一定嘅應對啦。即係其實我哋嘅感覺咧，就好似咩咧，就係、是、有三隊波咧，就係、是、元朗啦。東方同埋李文爭緊啲亞協杯嘅分組賽出線權咁樣，全外援嘅都元朗，係啦，全外援嘅元朗，即係所以睇下，即係阿嘉樂 Sir 啦，可唔可以喺呢一組度做咗難老虎啦？即係邊隊要出線都要問過佢，咁啊睇下下一場波對住李文咧嘅表現係點啦？即係如果老實講，以呢場波咁樣嘅話，即係我哋唔敢對李文抱太大嘅期望。
其实我觉得台南呢次备战真系几充足噶，你见佢哋即系上年嚟香港嗰时候都系即系第一次打亚协杯啦，叫做冇咁多准备啦。但系佢哋今次首先喺香港请咗个有经验嘅教练啦，跟住又早啲飞去泰国有两场友赛啦。咁第一场赢咗泰国 U19，咁第二场就都系赢武里南嘅 B 队咁样。咁呢啲系即系平时香港踢友赛都会对嘅球队，佢哋都赢到。咁其实，即係睇得出佢哋嘅實力咧，都唔係真係咁流啊！咁啊，隨時都係有機會嚼低李文或者東方啊！咁我收到風，佢哋阿加洛 Sir 咧，仲要喺香港帶咗個即係心理學家過去幫佢哋啲球員調整嗰個心理狀況。其實即係睇得出佢哋好抌本去做備戰啊！佢其實佢個風車手都係心理戰其中一環。嗯我想曉明 Sir 見到都有少少驚。曉明 Sir 話：可唔可以借一借個心理學家嚟用一用？係啊，依一刻好似李文最需要啊，都要啲喎，係啊，李文需要多啲喎。同埋阿曉明 Sir 自己都應該要沉澱一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曉明 Sir 其實都自己都係一個大情大性嘅，雖然係咯。都冷靜，但係佢都會嬲，佢都成日都會好嬲。你見佢今場一輸就即刻衝入更衣室啦，好似都冇同盧比道握手咁樣。唔知鏡頭影唔到定點啊？但係鏡頭就影住佢好快衝入更衣室咯，係啊。嬲啊，緊㗎啦！呢場波即係我成日覺得阿曉明 Sir 有啲似港版嘅摩連奴咁樣。啊，學院派都係好到同摩連奴之間啦。系咁好啦，嗱咁啊，今集咧，我哋同大家讲呢场波就讲到呢度啦。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下一次再做节目咧，应该就会同大家都会总结翻李文同东方同埋呢个台南喺呢一组嗰个最后嗰个总结啦，即系到底边度出线就同大家再讲啦。咁啊，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咧喺印度有踢过嘅港脚代表咧，咁啊上嚟我哋节目。咁我哋下集咧要品评下啲印度咖喱。即系同大家解密啊，究竟喺印度发生啲咩事？点解咁多人濑嘢咧？系咪先？或者大家在留言嗰度睇下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喺印度嘅香港球员咯。系啊，可以开个 call。系啊，到时我哋帮大家去问嗰位港脚啦。好，好，咁啊，今集咧我就讲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拜拜。